好，我是蓝鲸的 Boa，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桃园的指标性豪宅哦。这个豪宅它的名字是叫格里法武士。就带大家来看格里法武士的公社吧。进来呢，会看到一个非常宽广的一个大厅的一个设计。有非常多的一个公设，我们可以依照每个人他的喜好去搭配不同的一个需求。还有小朋友的用具，这是 SPA 区，因为你可以看到那里有 SPA。是放在最主要的位置，然后是他们一家的餐桌。那你会看到它整个餐桌它是贯连串它各个卧室的一个入门口，然后它的整个壁面的部分它采用的话是石材的设计，所以你会看得到它用石材的一个合格线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V 字形的一个感觉，做成它的电视主墙，等于说他们可能可以一家人在这边用餐，那也可以在这边看电视。那这里的话也是看起来像是一个暗门的设计，但它其实也是打开了，会有一个蛮大的储物空间。其实在主卧的部分呢，它看起来整个是很简约的一个感觉，但是它把所有的储物空间其实都藏在了后方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有问说，那请问我们的洗手间在哪里，浴室呢？所以我这边呢刚刚找了很久，我终于找到我们的洗手间在这边。那这个浴室的部分呢，因为房间它本身不喜欢浴缸房，所以我们就直接他们就是设计连蓬头的一个方式。格里法武士的所有的玄关门款都是采用我们的普罗旺斯 M 型隔音玄关防火门，那您可以看得到它采用的是我们碳化的实木去做表面的面材，然后是用 M 型的一个感觉做成波浪的一个纹路。这个建案所有的门款我们都是符合政府法规的 F60A 的防火认证，所以我们都有采用国碳的防烟条帮门扇的侧面做整体的一个贴力。那这个防烟条的话，它遇到火灾的时候，它会让门框门扇四周它更紧密的结合，然后它遇到火的话，它会膨胀，让四周的缝隙会填满得更密。
那因为每个人的室内风格设计的都会不尽相同，所以我们采用了最温暖的木质色调来做门扇的室内面的搭配，那跟任何的一个设计风格都能互相呼应哦。这个建案搭配的把手的部分，我们是采用意大利帕西尼原装的进口的把手，那我们采用的是黄古铜的一个色调。那您可以看得到，我们这组把手的在选择上是配合它整体格里发武士的一个欧洲的城堡式的风格。那您可以看得到它这边的一个线条感，然后还有黄古铜的一个色调，跟我们在意大利或者是我们去其他地方游玩比较欧洲风格的一些把手形式，大概都是呈现这样子的感觉。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它这边是采用意大利五段 C 锁，然后我们采用的是无声滑轨的一个设计，所以它在旋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太会有声音。